So could you tell them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biography, born up till now?當我知道我以前嘅一啲電影要喺日本發行做 DVD 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嘅心情係非常之咁沉重，因為正所謂人誰無過咧，以前拍落嘅好多電影，即係水準係咁參差。老實講，你而家要我自己睇翻，都幾係。咁我又點好意思要你哋啃咧？但係既成事實嘅時候咧，我亦都唯有將我以後嘅電影盡量拍翻好啲，希望能夠補到飛。多謝。